你说了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想告诉你，一个女人连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会，她靠你还成女人吗？同时你提到了齐振平，嘉诚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那些好样的女人。陈建明也曾经说过，小鹏为了只是长了脸而已，你听到的只是他的片面而已。你有知道他的女人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吗？你一直在问我，我父母为什么会有了今天，而我母亲为什么一直陪伴着我父亲。那我告诉你，因为那个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不敢正义，因为那个社会没有拜金的想法，而到十年前出了这个现象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做到让我母亲满意的成绩。你说过男人只会尊重和我们从坎坷走过来的那个人，这是你跟我说过的话。我今天嘉诚想告诉你们，无论男人多花心，我们知道小三是为了我们的情，他是想坐而其成的，而我们家里的那个女人陪我们走过风风雨雨，为了我们的家奋斗了一辈子，我们不会嫌弃她，也不会抛弃她，而会更加的尊重她。有的女人在这里说，亲爱的，我想要车，我想要房，我要爱路威爱马仕，我操你妈，我们是在娶媳妇，而不是给自己的母亲提起养老婆。你说过，你们女人在最年轻的时候跟着我们一穷二白个男人。同样的，嘉诚今天想问你一句话，难道那个时候我们是老爷子吗？我们就不是青春正当年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的我们是你情和我愿。你说了，我们男人给不了你们想要的，可是你们当初结婚提的那些要求，别忘了那是很多家里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送到了你们家，柴米房子车为的是什么？是你一家一个人，你的父母养了你二十多年送到了我们家，会忙里忙外给多少钱也值得。可是你来的又是什么样？吃喝玩还是乐，就是不会干活。你对得起你提出的这些要求吗？现在的男人是你们女人改变的，而不是社会改变的。你们现在开始变得虚荣，变得想坐享其成。为什么现在的小姐这么多？因为你们想什么也不干，而且还想挣钱。嘉诚承认现在有鸭子的存在，又是什么导致的鸭子呢？在古代时只有鸡而没有鸭，是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男人出去挣给你们想要的钱时，不能每天陪在你们身边，你们感觉到了空虚，去寻找那精神和肉体上的安慰。你们对得起我们男人吗？对得起我们一手的老蒋和那已经白了的鬓角吗？嘉诚把今天这个录音还给你们，他并没有攻击你们女人的任何想法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个社会上我们互相体谅体谅。我们当初结婚是有了爱情的存在，而你们女方拿着我们仅有的爱情去换了所谓的历史，你们不感觉到羞辱吗？男人就像白眼公，抱着枕头就不能抱着你们，抱着你们就没办法挣钱，所以你们对我们男人多多体谅。还有些女人，你们不是那些好样的，嘉诚想告诉你们，不要用你二手的身体像我们男人所样，我爹妈为我攒了一辈子的车和房子，因为你不值得。那只是作品来自 MyC 嘉诚，送给防风我的女人，也请你同时谅解我，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攻击力，嘉诚只想把男人的心里话说出来。如果你对嘉诚有任何想法，我希望你对我个人做评价，而不要对男人所有人做评价。谢谢。